早晨，尊敬的奉贤仙馆殡仪馆长卢维钢馆长以及理事会各同仁，尊敬的道教联合会汤伟琪会长以及道教联合会的各公馆坛堂理事同仁，以及今日出席研讨会的各位公馆的代表，以及呢致力於宣傳道教、弘揚我哋信仰嘅個別嘅人士，包括咗好多道堂嘅大德、社會嘅人士，尤其是致力啊將我哋道教文化喺傳承方面，包括道派嘅傳承、道教喺信仰裏邊嘅傳承嘅學者，我喺呢度咧。都是一一感謝，當中為了使到今次的研討會那個公信力大而爭議性少，所以呢我們包括呢是邀請了很多很多呢未曾加入我們道教聯合會的團體，一些呢公館壇堂個別人士，今次我們很榮幸呢也都邀請了呢這一屆道教聯合會列位的顧問，他們是長期致力於推動道教弘教的工作，在此道末在這裡致以萬分的感謝。我們更加今次得以可以展開今次的研討會，是感謝奉贤仙館借出場地，撥了所有的雲教方面工作的同事以及理事來到去協助，對他們的護法衛道的精神呢，請大家致以熱烈的掌聲。感謝之餘，我很想在研討會之前花幾分鐘跟大家簡略一下今次研討會裡面的性質和架構，以便一陣間就係展開分組的研討。研討會的主力主動力咧，基於有兩點。今次首先咧就係作為香港道教聯合會喺今年成立的3月第二個禮拜日的道教日，特區政府咧俾咗一個訊息，我哋以道教日嚟代替咗以往13屆的道教節。亦都以道教日咧作為可以向社會裏邊公開咧用依一個道教日依個名稱。雖然咧佢係每年三月嘅第二個禮拜日，星期日已經係假期啦，但係假期意義之上咧，冠以道教日依個名字。咁喺依個基礎裏邊咧，係道教界同仁咧13年以來喺道教節裏邊追求咧。一個小小的成果，由那裡開始呢，隨著當年今月三月裏面在月尾的時候呢，香港道教聯合會呢就得到一個邀請，在一個官方的場合裏面，就在特區的禮賓府裏面，首長呢跟我們吃過一頓飯，陪客的就是民政事務局一個官員，在席間裏面呢就是他是主動提到作為香港道教聯合會，又或者作為道教界，你們怎樣是可以將道教這個信仰再在社會裏面提升，政府是支持的，比如他配合我們以三月第二個禮拜日命名為道教日，這個是支持的第一步。如果在政府的一些配合之下，我們有什麼辦法將道教建樹於社會裏面的架構，他怕我們不明白，他還作一個補充，比如政府有機會給你一個地方，你用什麼辦法將道教作為一個地標式這樣來到市民去到那裡就知道是道教，使四方的遊客、十方的人士知道那裡就是道教的地方，他用這樣來引領我們。
當然啦，我哋唔敢講依一個係一個官方裏邊嘅正式嘅，即係話諮詢，可能係喺飯席間裏邊一個閒談，以消磨咧個幾兩個鐘頭席間嘅嘢。但係喺我哋嚟講咧，我哋認同啊，道教聯合會理事會咧就會認同一件事，嗰個係官方嘅場合，所講嘅係官方嘅説話。再者，作為道教聯合會咧，我哋成立咗46年啦，我哋從來咧都未曾試過有政府方面咧咁開宗直接對口同我哋談及道教嘅發展嘅。故之所以咧，我哋認為依件事咧就係喺21世紀裏邊，作為道教聯合會、道教界，我哋唔可以當嗰個係閒談，我哋摸唔到對方係咪一個真正去幫我哋。但係作為道教徒啊，我哋有一個責任同埋使命，要做一啲回應。所以咧，用呢個基礎之下咧，適逢逢迎仙館嘅理事會咧，佢十一年前咧，就曾經有一個咧宣道嘅活動。逢迎仙館歷來咧都致力於咧弘揚我哋道教，團結我哋道眾，就係提到咧會唔會咧喺逢迎仙館之下咧，會召集同道啊嚟到去大家共識一下，點樣去推動整個道教。於是乎喺兩個契機之下咧，道末就係提出咧向逢迎仙館咧作為今次嘅活動主辦同埋協辦，藉住咧我哋咁樣嘅契機，所以有今天嘅聚會嘅。期望咧今日嘅組織咧，我哋喺原來道教聯合會嘅會屬團體之下，為咗要使到呢個諮詢係廣收民意，正所謂搜集大家嘅意見。於是乎，我哋用大家嘅意見作一個參考，正所謂集思廣益。亦都正因為有同道道教界唔同界別裏邊嘅團體人士有佢哋嘅提供意見咧，於是乎我哋會將呢個意見咧糅合成一個初步嘅計劃書。今日開會之前咧，討論會之前咧，我哋已經咧喺內部道教界咧拜訪過組團，去拜訪過。前後有7間的核心公館，大家不要介意不有分核心與不核心，而是我們是有對象式，我們知得到有部分的道堂數十年以來，或者是接近8年以來都致力做這件事，而在道教聯合會的組織之下，他們是一個動力來的。所以我們先作一個拜訪，得到一個基本的信息。我們為了使到這次的全面，正如我剛才所說，希望普寫之下有公信和少爭議，所以未曾拜訪的道堂以及相關連道教弘揚裡面的團體或者個別人士，我們借助今次的聚會聽下大家的聲音。於是乎一會兒我們是有4個組別的，分別呢就是有講怎樣來到去做這個地標，又有分別咧。尤其是我哋知道潛移默化呢4個字咧，對於宣傳我哋道教係好重要嘅。咁究竟喺教學方面應該係要點樣？同時為咗使宗教嘅服務惠及自己嘅信徒，亦都惠及於社會嘅公益同埋民生裏邊，促使我哋道教嘅文化咧深入。於是乎咧，亦都有拓展到去討論社會的服務，甚至乎我們道教的文化，尤其是在信仰裏面拜神，就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有經湛和音樂的推的發展，方方面面我們分了4組，為了使到掌握時間而是有效性地來到推行今次的研討會，逢迎仙館付出很多的努力，將場地分為4組，與此同時就編列了道聯會的同事，結合了逢迎仙館的同事，在各組別裏面呢作一個分工，除了記錄大家的發表 的意見，同時呢就是配備了呢筆記來到去摘錄一些大家的意見。4組裏面也都公推了呢我們道教聯合會有3個組別呢，我們安排了我們的小組主持人
逢迎仙館就安排了一位，咁樣我哋用咁樣以啊以每一個組或者每一個人喺指定嘅時間裏邊，為咗使到大家有機會多啲發言咧，我哋係以三分鐘為首嘅。如果再有發言咧，就會俾多兩分鐘嘅。咁啊，總共前後五分鐘，希望大家咧到時發言嗰陣時咧就爭取簡而結。咁我哋係感謝大家嘅莅臨。咁在此咧，我再祝願道祖咧福庇大家福壽康寧。我哋今日咧係一個新嘅里程，希望我哋大家共同建立呢個里程。道教聯合會從來都未試過為咗弘揚道教而結合咧十方嘅慧道嘅人士坐埋嚟一齊，共同去研討一啲推行道教信仰嘅工作。以道教聯合會嚟講，今次係一個里程，期望呢個里程咧一磚一瓦，我哋慢慢鋪上去。感謝各位，多謝。